记者张忠义高雄报道，世足赛开打吸引大众目光，尽情为自己心目中的冠军队伍热情欢呼。除了各国当家超级球星为收视保证，球坛新秀及球员的帅气外表也是讨论的焦点。不管你是内行看门道，还是外行看热闹，星光三月高雄左营店都有法宝让你追上世足风潮，推出期间限定穿搭。美食与超梦幻世足打卡点，陪你一起成为专业级粉丝，为球场上的球员高声喝彩。在世足赛开打之际，球迷及各家媒体纷纷预测今年冠军得主将落谁家，不少黑马踢出好成绩，让榜单重新洗牌。而上届夺冠的德国与国际足球总会 FIFA 排名第二的巴西依旧是今年话题焦点。星光三月高雄左营店 Adidas 与 Nike 专柜纷纷推出世足赛限定款，不管是 Adidas 德国队球衣或是 Nike 巴西国旗短 T 都是热门畅销款，穿上专属应援装扮，一秒晋升专业球迷。除了穿搭到位， BRF 超时为世足季初开爬必备 FIFA 俄罗斯限定版香槟，初榨葡萄也混合奶油面包的迷人香气，让人无法抗拒。另外可口可乐推出世足季面屏，邀大家一起回味1998-2018每四年一度的足球盛典，快来预购你的纪念屏，预测谁是你的命定代表国家。观看世足赛绝对不能缺少欢聚的美食，推出期间限定第二件半价，又大碗满足的拉玛右手、万锅牛排、三牛牛肉面、疗愈消暑的御前上茶及 Honey Secret， 在地必喝品牌鹿和小玲畅销波霸鲜奶茶买一送一，而经典泰迪的奶茶铺为世足应援，推出世足限量随手瓶。超可爱的泰迪熊带你一起去俄罗斯看世界杯。如果你熬夜观看世足赛仍觉得热血沸腾欲罢不能，左营店也有梦幻世足打卡点，在三楼六部电梯前，一开电梯门映入眼帘的是超疗愈的粉红色系，一整座比人还高的梦幻足球绝对让你惊呼连连，超乎你的想象，要激发你的少女心，一起抢攻 IG 版面，从早到晚都跟上世足风潮，话题人气王让你来当。星光三月高雄左营店，这下与你一起疯世足。